各位爱台湾勇敢的台湾，大家午安吼，大家好。请问这位，你台语会敢听有？哦，我安尼哦，我好啦，我尽量用国语啊。我讲国语有一个鹿港腔哦，不好听啊，没关系哦，听得懂哦。今天我们来讲故事的方式哦，比较轻松了哈。其实，在1945年哈，日本呐、啊、在美国在日本有投下3颗原子弹，知道吗？No, 三颗，一颗在广岛，一颗在长崎，另外第三颗在台湾，就是蒋介石，哦，高金麦还在蹦，啊，蒋介石是美国安排来台湾的呀、啊，我把蒋介石比喻为第三颗，但是这一颗是其实是最厉害，因为到今天70年了哈、哦，还在爆呢。还没结束呢，可是还好哈，在1950年的8月6号，台湾哦出生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哦，这个小孩子很会读书哦，哦，他长大以后呢，他有到中国去办学校，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男主角哈，林志升博士，林志升博士呢，他。在10几年前哦，有去中国哦办学校，中国的四川成都，那个学校有赚钱，很赚钱，所以中国的黑道哦就把他恐吓，那个提钱啊，然后他就给钱，中国的白道啊，也就是政府啊，感觉这学校不错哦，嘛要甲想要甲接来，所以就把他罗织罪名，把他抓去关，关了又放，放了又关，来来回回。好几次，有一次，这个林博士他觉得情况不对哦，如果不跑哦，生命不保啊，所以他把6、7亿的财产就丢掉，6、7天的时间，透过各种工具哦，逃亡3000公里，一直跑到福建的沿海，要回来台湾嘛？怎么回来？请一台渔船，你敢载定啊？叫渔船的老板讲，林博士你要穿雨靴哦。穿一张厚围啊，结果呢，他就听他的话，穿雨靴。那个船东呢，把他载到一个小岛旁边，就把他放下去，说：“林博士，你用走路上岸吧，我要跑了。”喜子那的造诣啊，结果林博士一踩第一踩脚踩下去，上来厚围掉的海底，雨靴就不见了，变成打赤脚了。那撩海水，撩了海边啊，撩到。精疲力尽，因为啊，脚底擦个砖伤，而且这6、7天哦，也没睡好，也没吃好，所以跑到那个海边的时候，有很多蛇哈、哦，一只45度这样往外海，他这边很累，就抱着那个蛇休息一下，发现他的手机哦有信号，就拿手机起来打给他台湾一个朋友，民意代表啦，伊甲讲我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可是前面这个小岛哈、哦、暗暗的，一阵已经离头落山。那后面灯光比较多，那个朋友告诉他林博士，你不要再往前走了。你如果经过那个铁，再往内陆走就是地雷区，保西耶。你在那边等，这边应该是金门。你在那边等，我拜托金门的警察去找你，去救你。叫我一直在底下等，等日头落山嘛，天色愈来愈暗，头前未使行的，后边海水一直涨啊，海水一直涨潮啊。他发现情况不对，等了好久，警察还没来呢。结果他就暗暗的向天发誓，他说：“如果我没有死在金门呐、啊，我如果能够回去台湾，我下半辈子一定为台湾人民打拼。”当然了、啊，他就安全回来台湾哦，也是第一个哦，从中国偷渡回来台湾的台商啊，就可怜的，真的是在台湾遭了偷渡去那边的。他是第一个偷渡回来的啦，哦，所以一登了第10几年前，一登了台湾了呢，他就开始是去研读那个国际法则，哦，就是国际法，还有世界战争法、
国与国可不可以战争？可以，但是要有那个准则啊，不能随便乱打呢。哦，叫战争法嘛。那他读完以后发现，啊，原来啊，国际法、战争法里面的写的，尤其是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哦，原来台湾的土地，台湾澎湖的土地是属于日本天皇的，啊，属于美国占领。大家拢知，1945年8月6号，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下去以后，9号第二颗，那8月15号日本政府投降，就这样子。那日本投降，日本政府放弃台湾跟澎湖的土地管辖权，就是使用权呐、啊，让给谁用？当然就是战胜国，战胜国当然是美国嘛，就是美国使用，哦。所以呢，他发现这个地位以后，要怎么来进行这个事情呢？他左思右想，不知道怎么办。结果在2006年，林博士他带领了228名本土台湾人去控告美国美利坚合众国，控告美国总统啊，说美国总统违反人权。第一个告就是告美国总统违反人权呐、啊，所以。为什么他要带领228人呢？其实，在1947年，台湾发生一个228的惨案，足严重诶。相信大家拢知吼、哦，包括连小朋友都知道呢。要不然你们去回去试试看哦，问你们家的小朋友或是隔壁的，你们小朋友你知不知道228吗？他已经跟你讲，我知道啊，228可以放假一天，对不对？他们只知道放假一天，所以这个真相啊，到现在。还不让我们知道，咱真侪老辈拢知，稍微知道，但是真相唔知。二二八非常严重，对台北开始，对高雄、嘉义、台北、宜兰、基隆，这些个台真侪。大概吼、哦，228应该被杀的人数将近9万人，到现在还没解决吼、哦。所以他故意带228人去控告美国。那在2006年的10月底控告美国以后呢？没几个月哦，美国的法院都还没判定哦，美国人就送我们这个旗帜。各位，这个要代表啥？外面是代表日本国旗，那日本国旗里面呢，就是有台湾跟澎湖，有没有？台湾跟澎湖，美国人要告诉台湾人啊，其实台湾跟澎湖是属于日本天皇的土地，哦，属于日属，那美占，中间的多少钱呢？表示是 USMG。美国军事政府，所以日属美占。那外面为何有6个星呢？就是台湾未来规划为6个州。其实，在日本时代，台湾就是5个州，3个厅。好、哦，以前没有，以前有什么花莲厅啊、台东厅，还有澎湖厅。好、哦，那现在规划为6个州。为何我们告美国几个月以后，告美国总统几个月以后，他就送给我们这个旗帜呢？美国人知道了。台湾人啊，有一天一定会知道，所以这个案他传边边的蛋蛋，那个姑娘一起上来，哦，告诉我们真相了、哦、好，那在隔年呢，2008年的2月2号、哦、台湾民政府正式成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外面照过来的中央会馆哈，底、哦、下，哦，那分别刚刚那个旗帜有6个星星，就代表6个州哦，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宜兰州、台北州，这边叫做新竹州。从三重、淡水河以南哦，台北叫宜兰哦，甲新竹以北，这地统统叫做新竹州哦。请问今天你拿诶新竹州诶朋友请下酒者好无？有几个？哦，啊真侪吼。好，每一年都有进展。2006年告美国总统，2007年送我们旗帜，2008年成立台湾民政府，2009年呢美国联邦法院。就是美国的高等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胜诉，那他判定这5条呢？一共64年来本土台湾人是5国籍的哈。大家都知道世界人权宣言第15条之1至2写得很清楚，71人口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国籍，哦，那判定台湾人是5国籍哈。那第二条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社会承认之政府，伊要甲咱台湾讲，恁无政府的啦。台南就是也讲有啊，中华民国就是阮的政府啊，派去伊家己讲中华民国不是你们的政府，所以我们既然没有政府，我们为何要缴税给这个政府？为何台湾的男生，包括我都是笨笨的，
去帮敌人当兵了。你国语都听得懂吗？你想想看，1945年，台湾澎湖跟日本本岛是同一个国家，它的名字叫做大日本帝国。那个时候是不是去打中国，还西太平洋跟美国战争？好，我们跟中国是敌对的呢。为何我的爸爸妈妈是日本时代的人，就是日本国家，那生下我变成中国人，结果我要去帮敌方，帮中国人，是中国人是我爸爸妈妈的敌国啊，那我竟然去帮敌国当兵啦，啊，那台湾的查甫有可怜无啦，好可怜哦，哎，精神错乱哦，来。所以第三条他判定了，本土台湾人如今还生活在政治炼狱。什么叫做炼狱呢？就好像地狱，得给他赶快。但是你如果问台湾人，他不觉得呢，他不会觉得。他说：“在座的话，您敢有感觉咱生活伫咧地狱有吗？有没有这种同感？如果没有的人，如果有的人啊，请举手。有感觉吼，有感觉。”生活在地狱哈，这三年了，亚洲年了，你看哦，本土台湾人都不知不觉呢。其实去以前哦，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有个吕秀莲副总统，你知道吗？女生，吕秀莲跟咱讲一句话，伊讲台湾人啊，在被温水煮青蛙。什么叫温水煮青蛙？我跟你讲哦，其实科学家要做一个实验了哈，就是一个鼎哈，一个大锅，里面放了一些水。要抓几只青蛙在里面，那青蛙很高兴呢，哇，有水可以游泳呢，游，可是呢，下面用火哈，慢慢的火慢慢加温，慢慢的给它加温，等到那个水已经到30度、40度，那青蛙觉得还不错，哎，变成温水游泳池呢，好，它不想跑啊，那当然温度会越来越高嘛，等温度大概到60度、70度的时候，哇，那个青蛙觉得有一点热，擦一下汗。继续游，他不会想跑啊。跟台湾人，台湾的民族性就这样子哦。那台湾人哦，足高义，哦老实啊，哦啊足勤俭的，比较节俭，那很任性，可以适应任何的恶劣的环境。所以到70多的时候，他不觉得怎样。就好比现在哦，台湾人的生活大概已经温度很高了哦，快要不能忍耐了哦。还好有台湾民政府来降温了哦。当温度到80度、80几度的时候，那青蛙觉得情况好像不对哦，它想要跳走，已经来不及了，就被掀起啊，叫做温水煮青蛙。所以这个叫做政治电力，台湾人不知不觉哦。第四条呢，第四条判定美国的行政单位哦要自动协助原告，就是本土台湾人。第五条，台湾目前还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呢。台湾这个土地本来就是美国人管的啊，这70年来都知道啊。相信这位朋友吼，有没有台湾人跟你讲，我们不要让美国人管，有没有？有的人想回应一下，没关系。哦，您可能也未开始想讲诶，就问你想讲，很多人都说，我不要当日本人，我不要给美国人管。神经病，美国人本来70年来都是美国人在管的、啊，你知道你怎么称呼？杰斯等哦，杰斯等哦，讲个我较好记，杰斯等哦。你知道 AIT 吧？在台湾有一个 AIT 叫做美国在台协会 ，AIT 它是美国在台协会，所以 AIT 是美国一个民间单位啊，它的长官就是国务院呐、啊，美国国务院上面才是奥巴马。好，那 AIT 管谁你知道吗？在台湾。大概50个人而已哦，这好几十年来，通通在管中华民国啦。那一挂台湾人，你有中华民国管啊？中华民国你有 AIT 管，那不是给美国人管吗？那是给谁管？好、哦，啊，有趣味无？哦，了解以后，我们读法理，了解以后就不会被骗哦。好，那在隔一年哦，2010年9月8号，我们台湾民政府啊。在美国华盛顿 DC 世纪酒店举行一个庆祝酒会，告诉全世界，台湾人民已经清醒了，已经知影成立一个台湾民政府哈。当在他们庆祝的时候，美方啊委托台湾人带回来这两幅图画，这两幅图呢
就是变成这变冰箱感官哈。好，他说你带回来给这个林志深博士，他一看就知道什么东西。结果呢，回来没错，那你秘书长、秘书长哦，在这边多了两个字，叫做日熟美赞，因为这个是叫二重桥，从这边走过去就是日本皇宫，好漂亮，日本天皇的皇居。他要告诉台湾人，台湾澎湖这块土地属于日本天皇的，所以日熟。那这个大家拢知哦，奥巴马，奥巴马哦，奥巴马，第一个讲奥巴马，美国总统，当初就是美国打败日本国嘛，所以叫做美国占领啊，日熟美战哦。好，那刚刚判定那五条哦，我加个详细哦介绍一下哦。第几条？他不是判定吗？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吗？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国籍，为何台湾人被判定为无国籍呢？但是国籍法哦，必须要符合下面三个原则哦：第一，要意愿；第二，自愿；第三，在合法。全世界的人口，每个人都有自由，你要当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但是我告诉各位哦，千万不要想要当叙利亚的哈、哦，有没有看到叙利亚最近内乱了、啊，难民潮都逃到邻近的国家哈、哦，每个国家都可以，你想要当每一个国家的人弄一塞，哦，包括你想当中国人都可以，当英国人也可以，想当澳洲人都可以哦，想当美国人也可以，但是必须要符合三个原则啊，第一就是意愿。就是我们自己要先有想法，想要当哪一个国家的人。假设举例哦，我想当美国人好了啦哈。好，我先想，我想当要当美国人，但是我要自愿，要自己去办程序，先拿到美国的绿卡哦，这个要自动去做。那拿到美国绿卡以后，要符合美国的法令，就是说我在美国要这五年内要住满两年半哦，就符合美国的法令。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了，哦，这叫意愿、自愿、合法。那在台湾哦，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啊，麦克阿瑟将军委托蒋介石暂时托管台湾，所以呢，竟然蒋介石在隔一年1946年的1月12号，他私底下下一道命令哦，行政命令，供。在台湾的600万的本土台湾人全部来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一夕之间，全部的台湾人，包括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哦，变成中国人，那是违法的事情，违法。可是却是在1949年3年后，国共内战，国民党跑入来台湾，中华民国被消灭了，所以在台湾的600万人口，包括到现在延伸下去的大概2000万哦。全部被判定为无国籍，啊、哦，就是这样来的啦哈。71回，咱在座刚好71回，应该啊哦，71回哈、哦，好71回以上哈、哦。恁两个出世的时候，恁的国籍嘛，你们的国籍叫做大日本帝国，对吧？好，你们原本是大日本帝国，结果在1946年被老蒋介石违法篡改历史。叫你们去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对不对？他们有没有问你要不要当中国人？有没有叫你自己去办？没有哈。对，那光这个叫你去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就不对了啦，因为你们两位当初还有机会哦。你们当初出生的时候，你们的身份、你们的国籍啊，叫做大日本帝国。可是老蒋没有经过你们的意愿、自愿。叫你们去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们一夕之间变成中国人，因为你们拿的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中国人。1946年哦，结果在经过3年后，国共内战，中华民国被消灭了。1949年，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你们也就变成无国籍。好、哦，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哦，都跟你们一样。好、哦、啊，结果剩下我也去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我也是无国籍哦。就是这样子违法哈。那第二条呢？美国联邦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没有国际社会啊承认的政府啊，伊敢来讲你们没有政府啊？为什么呢？在这边你看哦，这个叫墓碑，相信各国的人都看得懂，蒙白了，人死亡才会有这种东西嘛。这个东西在中国哦到处都是哦，
那这个我们在南京，这个在南京造的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共啊，就是要告诉中华民国说你们已经死亡了，我帮你立个碑哈。大家都知道1912年，在西元1912年，孙文、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成立了中华民国，好不好？但是却是在1949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死亡了，全世界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所以隔年啊，老蒋哦，蒋介石他跑路来台北的时候，在阳明山1月13号，他面对文武百官哦，伊家讲我们中华民国到去年1949年哦，终究随着大陆的沦陷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为亡国之民。蒋介石自己讲的，1949年就是民国38年，已经无中华民国啊！哎，咱也个一，但人拢唔知吼。过来判定第三条说，本土台湾人如今还生活在政治林立。各位，那感觉无感觉的第一个，我大概举例一下，这个是吼其中一部分而已。这20年来啊，蓝绿恶斗上严重，底下恶斗根本无咧擦背时，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差，到现在已经水深火热啊，那是讲真严重哦。很多人不觉得呢，选举制度不合理，选人选出大概让我几分分。我这边举例，选举制度从里长以上哦，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投过票，咁有人唔捌登过票，请亚静姐，应该大家拢捌啦哦。哦，你唔捌去登票哦，安尼你跳，嘿嘿，来，那我们去投一票，自己还要花230块呢。比如说从里长以上选举到总统以下。不管选赢选输，每个人都可以一票30块领回来呢。好，这是个人哦。我们就举例哦，马英九他上一次的总统选举哦，马英九他的得票率是689万票，一票30块，一票300块，所以当年的2亿多，有好谈无啦？啊，一选赢够，够会当换政府，够会当歪哥了。啊，选输蔡英文，蔡英文选输没关系，他也是600多万票嘛，所以蔡英文也连为1亿8000多万，那宋楚瑜连为1000多万，他的票比较少，这是个人哦，个人的哦，个人一票300块，那政党是一票50块，乘以一票50块，乘以4年，也就是一票可以政党可以连为200块呢。各位，200块加300块，咱是不是咱去投一票，我们自己要花230块？全世界美国联邦法院判定，全世界没有人这样设计的，这是要压榨人民、欺负人民、骗人民，所以美国高等法院判定不合理哦。所以你看哦，一票是200块哦。中国国民党呢，已经很有钱了哟、哦，党产很多了哟、哦，底下进门几台机了。全世界的人啊，钱哦，没有人在嫌多的啦，钱无人在嫌多的。国民党已经足够钱啊，一照上去领11亿7000多万，11亿7000几万。有好谈无？中国好谈哦。那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呢？9亿多哦，那也无钱。台湾联盟台联呢？台联呢？领2亿外，2亿多。亲民党就是宋楚瑜那个党啊，1亿4000多万。新党、绿党，都很多党。请问各位啊，你们知道中华民国架构底下大概有几个党？有人知无？大概互动一下没关系。中华民国的架构底下。有几个党？无人知吼，啊，要不要猜一下？有了，又看卖了，啊，无让我来讲，大概几个党？564。有人讲500个党，有人讲60栋吼，268，这个党名咱不听过，在下面很多很多很多。啊，每年在选举，啊，每年在分钱。我说，当然，人民难怪无好鬼吼，就是这样子吼。一票，我们投一票要230块了，这不能再。我顶礼拜上个礼拜，9月1号，我在中立中央大学门口的新桃方，我在那演讲，其中有好几个里长、民意代表，我问他，这个一票30块，你们都知道嘛？因为他们有选过票的，都有分过嘛。但是我问他这个一票50块乘以4年，一票50块乘以4年，竟然有很多人不知道呢，民意代表嘛，唔知呢，这党会怎样开啊？我看台湾人外国人，民意代表足侪都唔知啊，咱
一般的百姓哪有可能知啦？所以美国高等法院判定这个不合理，所以第四条判美国联邦法院判定美国的行政单位哦要自动哦要自动去协助原告，就是本土台湾人哦。所以这个荧幕啊，这个画面大家都知道，在去年九月十七号，这在咱台北吼、哦、有一个国际会议厅，在世贸边啊有一个国际会议厅吼、哦，咱台面就问底下开大会。那你看这两位是美国的大官员呢，因为啊，这个高的他叫 Scott， 他是美国前司法部的检察副总长哦，官位足大哦。他下任以下退下任以后哦，经过奥巴马的任命，经过美国国会通过，专门来处理美国海外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它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它司法，你说你司法是独立的哦。他司法部判定下去，行政部门要去执行哦。他是不是判定说美国的行政单位要自动协助原告？所以一来帮助咱台湾民众是正常的，包括军方也一样哦，军方啊吼、哦。你看哦，他不是判定第五条说台湾目前还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吗？所以连军方也要去执行。台湾并没有看到美军这比赛，所以他们要派美军来台湾当兵哦。你看到美国的军事政府 USMG 哈 ，US 代表美国 ，M 代表军方 ，G 呢最后一个 G 哈代表政府，所以美国君主政府呢已经成立了一个叫做 TCG 啊，你家，哎，你家 TCG 哦，台湾 Civil Government TCG， 要来接中华民国的政权呐，要来执政，要来。接管台湾的政权哦，但是美国军事政府呢，还是一样依据国际法律、世界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各位有看无？他跟秘书长、跟林志森博士所读的东西一模一样。秘书长在十几年前到今麦坚持，连几滴连一个字都没有改过，这个叫国际法律呀、啊，世界法哦。哎，其实，在六年前。2009年联邦法院判定以后，同时有三个单位在进行这件事情。第一，就是美国指示我们本土台湾人哦，赶快训练4000名的官员、政务官哦，要来接管政权。六年来啊，不分台风下雨哦，不分过年过节哦，五六日就像这样子开课，从来没有人没有缺席过，每个礼拜都有在办。有时候人真多的时候。整间满满的坐不下呢，我当时要当座椅休呢。哦，那现在啊，其实4000名的官员呢、啊，已经快要接近了，所以恭喜大家吼、哦，恁今天听好详细。哎、欸，啊，有人未晓听国语的无？国语的听有无？有人吼、哦，要不然我就穿插啦。其实都一直叫我讲国语，我也很累了。我昨天去搞了吹鸡的，哎，听我讲国语要卷舌，我当然去闹了吹鸡就吃了啦。好。第一，美国指示本土台湾人赶快训练4000名，要来接管政权。哦，其实已经完成了，我们随时可以接管政权。那等到在，即便中华民国又在选总统，对不对？那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都有人，对不对？国民党的洪秀柱3天前、2天前是不是说，他要休息了，他把脸书关掉呢？选总统是时间不够的，要全台湾啪啪照呢，啪啪照呢。为何他要休息？奇怪吼！昨天新闻也有报道啊，亲民党的宋楚瑜啊，宋楚瑜他也说他也休息，有没有？有没有？好奇怪！为什么？可能知道，大概拢知。哎，那第二就是美国急诊兵，他有三女将，大家在这网络新闻今麦来查一个查一点吼。美国说他建国200多年来啊，不曾做过这种代志。他为何要急诊兵？因为他们的法院已经判定，台湾目前还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可是都没有看到美军，不行，你们要派兵去台湾站那边哈。所以他开始急诊兵。他说啊，在美国有54种哦非法拘留在美国的哦，通通出来，我给你们机会，我要兵，从18岁以上、35岁以下，不分男女了哦，至少只要要会懂得这两种语言哦。弄一当来做美国的兵哈，只要退伍以后，你们全家不是个人哦，全家跳过拿绿卡的程序哦，
全家成为美国公民了，美国保障大，因为他们的法院已经判定了，他们必须要执行，哦。所以第一要会英文的，第二至少要会听国语，各位听好了，听国语哦，台湾才叫做讲国语啊，在中国那边他们叫做普通话，所以确定他征兵是要来台湾的，至少要会听国语的，哦。那第三个单位呢，就是美国安排中国国民党回去跟中国共产党呢和解，并赶快建设金门、马祖跟平安岛，他们要回去住那边。在台湾的中国人、台湾的国民党、中国人那些，他们要回去住金门、马祖跟平安岛。台湾在中华民国国民党所管辖的土地，只有剩下金门跟马祖，但是金门、马祖土地还是中国的呀，啊。哦，来。所以这个下来就是精彩哦，这台湾的新闻报纸每天都在播哦。2010年，你看连中国的新闻都有报，美国啊安排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解，所以那个时候马英九跟中国签署一个法，马英九给他骗，用咱那参中国签一个法，签了中台湾的经济就要起飞，有无？咱经济就好啊，人民就足好过啊。各位敢有感觉到？这七年来啊。一个法已经签了那么久了呢，6年多了吼，台湾人敢有较好过？伊咧甲咱骗呐！其实是美国安排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和解啦，因为台湾在1949年国共内战，老蒋是残兵败将跑到台湾来躲藏呢。国共两党他们的恩怨还没解决，美国人要叫台湾的中国人回去中国，势必会害国民党被杀哦。所以先安排印尼和尼亚和解了，然后叫他们回去。哦，你看哦，中华民国的国军哦，尤其查甫大家知哦，那个坐兵操到细呢。长官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的敌人是谁？共匪哦，敌匪。到这边一个人来讲共匪，你看我痛恨哦，共匪就是共军。那为何中华民国的国军跟共军喝酒把酒言欢？兄弟，我们都是中国军，有无？这新闻拢播啊！啊，台湾人惊看无容易吼。过来，2012年福州新闻哦，美国、中国安排 ROC 中华民国哦回归中国福建平潭岛，两岸共同管理啊。你这样我们解释较清楚。真侪台湾人哦，不知道，以为两岸共同管理是台湾跟中国两岸共同管理这个平潭岛呢 ？No。是金门在这边，马祖在这边，金门、马祖两岸跟中国两岸、啊、共同管理一个平潭岛啦，大家拢看无吼？所以足侪台商唔知呢，纷纷跑到平潭岛去投资呢。台商呐去平潭岛吼，摕偌侪钱去拢掉啦，拢输啦，拢都摕袂转来啦。因为底下个过官司吼，十件输九件，哎，安尼嘛也去赢一件对无？赢迄件官司吼，摕无钱。那是不是前进如梦？台商来举动去了。好，两岸共同管理，因为金门、马祖都是未来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中国人哦，要离开台湾，会去住在金门、马祖跟平潭岛。那来看 H 地方，平潭岛是这样呢。平潭岛呢，在福建的外海哦，你不要看它小小的呢，它是比台北市大一点点，大概台北市的1.2倍大哦。过去平潭岛是一个小渔村、啊、大概住30-40万人而已，所以平潭岛在港人讲，伊讲我们平潭岛吼无好住，只长石头啊，不长草啊，那是渔民的住的所在吼。但是现在已经建设得很漂亮哦，可以住超过600万人口，足水的大楼林立哦。所以平潭岛其实离新竹足近的，120公里呢，大概68海里哦。所以3年前呢、啊，有一台叫做海峡号很大台的船哦。跑台中港已经招3年多啊，每个礼拜1到4都有在跑，从平潭海关出来海上航行哦，包括进台中港的海关哦，2.5小时就到了呢，啊，招三年啊，在2年前他们知道他们即将离开台湾，一台平海峡号要撤退不够，所以在开放第二条航线叫做利纳轮，招台北港，这船要招3点钟哦。我们来看海峡号情况呢，这么大，哦，一摆能载300多部的小轿车，啊，可以载800多人呢。如果光载那个巴士啊，游览车，
会当载四十几台啊，有多大的无？各位平安岛甲咱只两点半钟尔，敢有需要开放个两台啊？遐大台，去闹遐侪观光客，就是他们这几个月要撤退的船啊，应该最近就用得到了。好，一台无够，开放第二台利纳轮，这到巴黎的吼，台北港的。这台船嘛，赶快进大台，会当载四十几台交一个巴士，啊，交加三百块台吼。我在估计应该这几个月就用得到了。好，那再来有更多更多的证明，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即将离开台湾。我们来看哦，这有无？这车牌啊，每个人都看得到，你们家一点无人，无隔壁马屋。这对，这对，有无？大概这三块。好，我来讲第一块哦，因为2009年4月7号，美国联邦法院判定。中华民国已经死亡，台湾人拢知啊。其实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死亡了啦，他一直在骗我们呢。那我们台湾人告美国，所以他告诉我们判定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所以没有中华民国，哪来的台湾省、台北市、高雄市？所以这种有台北市的台、高雄市、台湾省的车牌，6年前就不能再用了啦。今天哪有看到这个车牌哦？在街上，在外面也有很多。等一下，你下课去看，三种车牌通通有哈。那我这种车牌是6年前发的，它不能再发了啊！不能发这怎么办？往这空白，来对哈，有38000多哦。假设有一个1668N2是在 Autobike 摩托车啦，也有一块1668N2在卡车的拖拉库的，38000多 Autobike 拖拉库一模一样。所以常常造成纠纷。上个月有人来看夜间新闻哦，新竹有个大哥啊，他接到一张红单呢，超速120公里，违规地点在高雄啊。所以夜间新闻那个记者去访问他，他告诉记者说：“我不曾去高雄啊，我记得奥多麦哦那么烂的，你看能够骑到120公里吗？”原来是高雄一台卡车超速啊，寄来给伊啊，也有机车闯红灯的驾。驾驶卡车乱来啊！因为台湾人开好骗的呀。6年前，这张车牌未使用的，他们很恐慌、很慌张，也很不负责任哦。一想台湾人都好骗，这个什么空白的呀、啊，什么都不敢写呀、啊，骗台湾人、啊。但是在2年前呢、啊，他们知道台湾民政府即将执政，美国军事都进来台湾的，美军都进来了，他们随时要回去了，赶快用台湾人的钱哦，去制作。他们要用的车牌就是这個，哦，头一批叫做足等的，有足等的。啊，那个轿车有些后面哦，厂牌不一样嘛，有的是挂不下，所以在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吵吵闹闹了，干嘛？你骂交通部花了4亿2000万做了车牌没在用的，丢掉再做第二批，还分你开台湾人的钱。所以第二批呢，较长，啊，较长呢，3年用1年，但是重点不是长短的关系。重点是下面有3颗梅花，好不？我们外面也有，等一下去看哈。3颗梅花，这3颗梅花代表什么呢？左边、右边这个梅花哦，是陷进去的，拉到了的啊，有插蓝色的，啊，中间是浮上来的，没有插颜色。代表啊，这个代表金门，这个代表马祖，因为中华民国国民党所管辖的土地啊，剩下金门跟马祖，因为登大理啊，那平潭岛嘞。是两岸共同管理啊，中共的土地啊，因管辖，所以这个代表平潭啊，金门、马祖、平潭啊，里外面是一个梅花哦。中华民国因讲因的国花是梅花，对不对？那里面就是一个星星哎，中共五星级的星星哦，国共一家亲啊，你无看？这无意外啦，伫咧6年外前，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啊，一做这个车牌就是国共一家亲啊嘛。那安尼看无哦，我甲这个牌吼。把烟揭开，看较详细吼，像安尼，有无？有无？这个牌安尼，我把它翻过来吼，你看吼，这是台湾海峡，这台湾嘛吼，金门你是不是在这？上面是马祖，中间是平潭岛啦，离新竹最近嘛，吼，所以这颗代表金门，这颗代表马祖，中间这个代表平潭，安尼有清楚无？假设平潭岛不是在这边，假设平潭如果是在这边的话，今天这车牌就无人看啦。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是空白色的啦，
有没有看到？好、哦、哎，啊，我再次证明台湾人无人知，这知无？这台轿车叫做 BMW 的 X6，这一台过了百万呢。所以这个老板啊，他以为哦，他从我这个车子那么贵哦，说两颗螺丝哦，而已啊，惊不掉啊，奇怪，下面有三颗棉花，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以前叫欧秋伟哦，把它钻两个洞，少四颗螺丝，有没有看到？啊，台湾人有可能有好笑无？这啊，你这番是要笑家己还是笑台湾人？啊，笑这个哦，你应该袂说四台螺丝啦吼。我有看两台，这台变大溜的，过一台新的变路的，同款。伊想，啊，这三台门粉在创啥？可能要用落坑的吧？佮前头这两颗佮落倒落的，你知无？迄电灯应该落个袂歪去。嘿嘿，所以吼、哦，我咱大家知。好，这个新闻的四月份，今年的四月份。这台湾车上平潭岛啊，哦，其实一刚新闻报有过台，还有两台货车，它是载货直接上船去平潭岛做行李，哦，但是这个是中共的那个统战之一啊，他说欢迎台湾同胞哈、哦，你们可以开你自己的车上船来平潭岛，啊，我开放你们哦，有一条那个跨海大桥哦，也当趟去福建省啊，你也当去福建省佚佗，车也当去跑跑到台湾车哦，现在已经开放了。福建省是台湾省的，是台湾的37倍大呢。嘿，你们还要底下省个头还省几个位哦？哦，一个省个头。所以这个是中共的统战之一啊。台湾人蛮够骗去，去佚佗无要紧，但是看看回来，爱记回来。未来台湾啊，是全世界最安全、最幸福的地方，因为美国军人阿兵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这边站那边呢，没有人敢动台湾呐、啊。还有日本也在。顾台湾呢？哦，当然都看得到吼。好，这个呢，六年前的台湾的报纸吼，《自由时报》刊呢，一讲啊，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哦，台美关系微妙转变。美国说他要派海军陆战队来驻守 AIT。各位台湾人不要看新闻，不要看报纸，美国人滔滔要跟咱讲，我们要派海军陆战队去顾台湾啊。嘿，六年前啊，你看吼。因为啊，六年前台湾民政府还没准备好，美军他也还没准备好，所以只能偷偷的告诉我们，他不敢写得很清楚。台湾在 AIT 是美国在台协会，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在台湾不会超过50个人呐、啊，好奇怪，他会派海军陆战队好几万名的海军陆战队来顾他们的 AIT 吗？是不是很矛盾？原因就是台湾民政府当初还没准备好。哦，好，那再来这个、哦。台湾的任何的工地外面一定要告立这个看板，告诉民众是什么单位，按、啊、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候完工哈。这两年前在高雄陈局陈市长剪彩的哈，动工等于陈市长有去哈。是高雄马里逊美国学校在左营哦，左营。你看哦，两年前动工，在今年2015年的1月24号已经完工了，很漂亮，安尼。足水的，足大间的，在左营啊，翠华路啊，高雄马里逊美国学校，这美国人开钱嘿，直接起学校。过来，台中马里逊美国学校，你也名好像我阁袂记啊，你是哪一国的人 ？America， 好，你知道马里逊？你听过吗？马里逊，你看这边有没有看到马里逊啊？马里逊是美国教育部有注册的学校，啊、哦，所以它属于是官方的。好、哦，马里逊，摩逊哈，我英文袂晓嘿，诶，其实嘛袂歹，诶，咱同学一个，啊，当然咱个教台语的，他们，我跟你条件交换哦，我教你讲台语，啊，你教我讲英文，安尼好不？哦，好啊，赞，安尼扣掉啊，嘿嘿，哦，你看哦，这个是高雄。台中、台北有没有看到？天母美国学校这里多。台湾在哦，在我们林口哦，上个月有新闻有登出来哦，美国人又跟台湾人租一块地，很大的哪靠嘿，他要盖第四间美国学校，希望一年内能够招生。这个他现在已经都在招生了，他招生的对象哦，限制外侨，限外侨，台湾人不能读，为什么？他要给美军的小朋友读对了，因为美军已经大量来台湾了，这证明，
即摆要起第四间啊！美国人为何要开遐侪钱？大家拢知吼，琉球、琉球、琉球跟台湾其实都一样，都是二战以后被美军占领，所以琉球、琉球都是美国的军人在那边当兵，有没有？新闻咱大家捌看过吼。结果琉球常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美国军人吼身体作用的，啊琉球的小仔囡仔吼有好几次啊被美军强暴呢，爱讲啰嗦呢。所以那个琉球的居民很生气，想要把美军赶走。各位，你看，可能赶得走吗？为什么？占领哈，对，是啊，对。台湾跟琉球一样，同属美国占领，他是老板呐、啊，你要赶着他走吗？赶不走。所以美国要派兵来台湾，他知道这个事态严重，他不能重蹈覆辙。尤其台湾的女查囡仔较水，吼。用这美军来去台湾哦，我去还要去便便，啊！你把恁某啊干儿女带去台湾，啊！我把学校盖好给你们小朋友读，从幼稚园读到高中，马尼去美国学校就是这样子哦，哦，所以呢，他要花那么多钱去遐尼济学校，就是原因底下，证实美军已经进来台湾了哦。过来，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为什么？那来看哦。这个哦，就是内湖啊，有人唔知内湖伫倒无？内湖大家应该大家都知吼，成功路到落去，到第三个站点右转，迄条路叫做金湖路、金湖路100号，刚刚好100号。我们这边叫做园林坑路100号，有没有？这是明安排啦，这嘛不是咱挑人吹呢。刚好那个地方就是金湖路100号，但是新闻拢甲咱不讲是 AIT 啊，内湖 AIT。6.5公顷呢，六甲半，恁知六甲半偌大无？6.5公顷，足大吼。AIT 的官员50人，要去带六甲半，要干扫落去嘛，扫袂去吼。表示他绝对不是 AIT 哦，当然会改水吼。那这边是左边是新竹乐山雷达站，哦，你有没有看到美国国旗啊？这都是美国人在用的啦，在台湾新竹乐山雷达站，伊去这个雷达，伊有在铺爪雷达的。铺爪雷达目前很厉害，它能够在台湾能够监控到中国北方、苏俄，包括北韩。金正恩稍微一个动作，这个雷达都知道。这叫铺爪雷达，全世界最厉害。目前有5个，3个在你们美国，有1个在英国，另外1个呢在台湾。台湾对美国来讲是不是很重要？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呐、啊，哦。那这边呢是屏东空军基地，去年6月15号，其实在花莲港就有进来一批海军陆战队。迄天我都在花莲，我底下两天都在我看到。伊这伫花莲礼拜六呢，有些是在嘉山基地，有些是在台中清泉港，有些就派去屏东空军基地。所以这去年的7月份啊，屏东高雄台南的空中有很多直升机、战斗机飞来飞去，那就是美军在北部。咱家有桃园的无？桃园的，哦，过来来。伫今年的7月7日，进前啊，7月4号之前，是不是我们空中有早上大概7点多到9点，有很多飞机飞来飞去，有没有？战斗机、直升机呢？就是美军都进来的啦。为什么美国会在2015年的7月4号把美军全部进来？因为7月4号，你知道美国7月4号是什么日子吗？对，你看，这个真是啊，就是美国国庆日。他为美国为什么会选在2015年的7月4号那一天举行一个美日台湾联合军演？因为台湾民进传到了嘛，美军他也训练要来台湾的美军都训练好了嘛，所以选在那一天哦。哎，你看哦。台湾的电视台都有报道哦，这个是中天新闻哦 ，TVBS 啦，3礼拜哦，闽西的弄报，一曝光哦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办公室在内湖哦，金湖路100号，6.5公顷，它绝对不是 AIT 啦，它真正的名字叫 USMG， 美国军事政府亚洲的指挥中心，亚洲一雄大，设立咱台湾的内湖哦，你看哦。它上面是跟我们讲是 AIT， 下面是讲保密到家哈、哦、，AIT 盖新馆哦，美国工人底台啊，空运美国的工人钢筋、水泥拢伫美国带来的，
如果是一个民间单位的办公室，为何要那么保密？昨天台湾人爱，我也要看新闻，爱要看美感。好，保密到家，表示他绝对是真正的原因，就是 USMG， 这样，好不好 ？USMG， 美国军事政府亚洲指挥中心才会那么保密啊！大家拢知吼，我们请问各位，洪仲丘你知不？洪仲丘，洪仲丘怎么死的？为什么他会被抄？因为他在军中，他在那个智慧型的有照相机的啦。军中是绝对保密哦。洪仲丘的嫌疑共抄袭啊，好、哦，所以为什么那么保密？证明他绝对是军事基地，就是也。你看哦，一样在那边的看板，我给他造起来。这是以前的看板，现在新的。为什么会有新的呢？因为这个叫做完工日期啊，有没有颜色不一样？一改油漆擦擦的。完工日期重新 填上去，填在完工日期，填在2015年10月31号，上位上台一。但是最近又改了，改到12月底，因为挂美湖。他为什么会提前完工呢？大家都知，台湾民政府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接管政权。第二，他自己的美军已经准备好了，都进来台湾了。国民党、中华民国的中国人，在台湾的中国人，随时会离开。第三，李建龙，你知不？李建龙有个贵妇团的无？安呢？他跑到龙潭那个阿帕奇哦，阿帕奇是美国一台非常厉害的攻击直升机哦。好，李建龙跑去那边把那个仪表板哦照相铺上网，阿强阿妈看到呢，说美国人会不会紧张？他会提前来台湾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有设一个亚投行，有无？亚投行是干什么呢？亚投行就是中共，他要结合很多国家，要对抗美国的经济。亚投行啊，所以阿强、美国他要提前来台湾就是这样子哦，原因很多哦。过来，这个新闻哦，大家都看一点哦，在今年的3号，台湾的新闻台弄了播，这个叫海峡中心线，这条线叫做 M503 航线。过去中国他们的飞机只能飞在这边，他不可以飞到台湾海峡。为什么？再次强调了哈，1949年国共内战，金门跟马祖并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拿去，是他兄弟管的，所以因飞人机袂当飞在，干来当飞家娘，好几十年来弄安尼娘娘。啊，那现在为什么他要飞这边呢？他知道嘛，在台湾的兄弟嘛，在台湾的国民党是他们兄弟嘛，要回去跟他们。团圆了啦，所以海峡一人一半正常的嘛。啊，你台湾人也去看无呢？有没有？有没有奇怪？有没有？那个车牌就是这样子的，这边是金门，左边有没有？这边金门，右边是马祖，中间是平潭呐。做清楚吼，啊，你台湾人哪个听无哦？咱甲举个例子吼，记啊，你变阿清吼，贵姓？好。徐大姐、傻大姐啊，后来吼，好，那徐大姐哦，弄假设这个土地是徐大姐的吼，那这个土地是我的吼，我林六生，徐大姐弄个伊的亲戚朋友讲，他跟林六生前中间这个空地是他的，那我也跟我的朋友讲，其实那个空地是我的啦，那是他的，哎，各位，那我跟徐大姐会不会发生纠纷？会吼，一定会，那土地大家讲，但是。发生纠纷要怎么处理？和解哦，我都不跟你呛了，我跟他们和解。你俩和解，表示伊在在弄坏啊，啊，你就认输了嘛。拍摄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啊，国际有国际的法律啊，对不对？寻求法律途径就好了嘛，请人来更改嘛，来测量嘛。啊，原来是一人一半嘛，有无？是不是讲一半？伊咧土地你的，这个土地我的，我讲一半啊，一人一半嘛。安尼有够清楚啊无？台湾人足侪看无呢，也搁来甲咱讲啥哦？用哎腰身啊！啊，你咱杀咧台湾，咱杀咧乌白走，七鬼走，一直讲阿强啊，敢要帮咱刷？阿强啊，都要甲来转世界人讲啊！其实台湾跟澎湖跟中国没有关系啦，所以海峡一人一半啦。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土地管辖权里面绝对没有台湾跟澎湖，100%，台湾人拢唔知。金门马祖才是中国的土地啦，台湾跟澎湖是日本天皇的啦，大家都知道啦，吼、哦，
跟他台湾人改进在两，你看哦，六年前美国联邦法院判定下去哦，以前台湾人到中国是要拿台胞证的呢，现在他们开始设计中华卡了，一共中华卡逐渐取代台胞证，有无？啊，干嘛设计中华卡就是要发给在台湾的兄弟嘛，他们是台湾的中国人呢、啊，要拿中华卡，所以我直接来讲，他们要回去在台湾的中国人超过300万人会离开台湾回去中国，那回去以后他们要上船之前。人要领中华卡，那车子如果要上船的话，一定要挂那个三颗梅花的车牌，哦，这清楚。台湾人真正无人知，啊，其实中国人一直台湾人无甲咱骗啊，伊车牌做偏偏，迄是恁家己唔知啊，我无甲恁骗啊，啊，对不对？台湾人有较巧吼，即摆洪秀柱是不是有讲一中同僚，就是这个人讲的了，张亚中啦。其实13年前就讲啊，洪秀柱只不过是。对伊讲尔，但伊讲搞到要死，你看无？伊要选总统的人讲一中同僚吼，来再次证明中华民国国民党所管辖的土地剩下金门跟马祖，为何他要独独设一个金马卡？你看无？这国民党管的啦，哦。再来，2015年的4月17号的下午哦，中国海巡船舰啊开到金门岛的旁边，今年吼4月17号。要求进出金门的船只哦，停船受检呢。这中国海巡船呢，伫金门边啊呢。各位，4月17日迄天，金门码头已经阿强安尼管啊，有看无？所以中国的官方啊，他的说法说：“哎呀，不对啊，这不个骗台湾人啊！我们是为了要缉捕哦，盗杀船只。”这有矛盾无？注意看吼、哦，金门码头如果呢是国民党咧管的，你阿强安尼敢管啥？是不是安尼？表示因兄弟啊已经归家啊。和好了啦，哦，头一句咧甲咱骗，但是第二句伊就讲老实话哦，全程台湾哦的海巡船哦毫无作为呢，媒体亦不敢报道呢。各位看下这恁的生气未？恁拢有咧，咱拢有咧纳税金对不？啊，纳税金请海巡署的赛船去金门码头观光，无咧做工过，毫无作为，有看无？安尼税金要哪？罗淑蕾去年伫咱家第二教室有讲。贵委员在咱家咧上课，伊讲伊咧做会计师吼，罗淑蕾啊，他是目前中华民国国民党的立委呢。他说他在当会计师的时候吼，都告诉朋友不要怕缴税了，吼，缴税是应该的啦。但是他自从他进入立法院以后，看到要求这国民党这些政府钱乌白开，胡乱编预算，他想法都改变了。伊拢甲亲戚朋友讲，会走的尽量走啊。税金一抄几张照啊，再讲错哦。等一下会有影片给你看哦。好，你看哦，台湾的海巡署毫无作为，咱纳税金你又在底下观光，会生气哦。过来，这网络新闻哦，联合新闻网哦，2015年的6月9号，市场快讯哦，暑假快到了，冲啥？公职就业冲啥冲啥？两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免钱哦，给台湾人小确幸者哦，直接一条路看无。自台70年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即将离开，有无？这网络新闻，难怪这边的课纲微调，咱的高中生，他们老爸老母底下商量，迄、那个林冠华有无？林冠华在抗议好几个月，老爸老母干妈，迄、那个老师不理他，他选择在20岁生日那天自杀，有无？这个新闻应该大众知吧？林冠华，但一死了，因老母才后悔。用原来妈妈错怪你了，原来当初你跟我讲的是你们大人才会被洗脑，我们不会被洗脑了。大人在给我洗脑，我们这些人都被国民党洗脑洗了70年。吼，我洗比较少啊，因为我小时候不喜欢读书，所以洗到未去。读书读越高的哦，中毒越深呐、啊，越相信他嘛。所以那些小朋友17、18岁，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可以上网去看，历史并不是这样子啊。是你们大人才会被洗脑呢，因妈妈还醒，当伊自杀了，因妈妈在后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哈，很可惜哈。你看哦，中华民国其实中华民国他没有骗我们的，是我们不知道而已。7年前啊，马英九拄啊上任的时阵，是不是陈云林海协会董事长陈云林来台湾？迄阵啊，台湾人如果呢拿中华民国迄个千年百日万里红的国旗啊，会被台湾的警察打呢，会把它收起来压掉，有没有？那新闻画面播了一个礼拜呢，
啊，台湾人哪会看无？因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死亡了嘛，那支国旗是不能用了，是假的嘛。现在中国的高官、海基会、海协会董事长来台湾，不能拿出来了，所以命令叫警察爱抓，有没有看到？现在他们只能拿一个旗子，叫做世界奥运联盟奥运比赛的五环旗，有5个圈圈，上面3个，下面有2个，那个叫五环旗，写4个字叫做中华台北。以中华台北迄支旗帜，全世界无人敢抗议，因为迄支才是真正的他们的旗帜，代表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旗帜。他们中华民国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所以太长也写不下去哦。前面是中华嘛，后面是台北嘛，对不对？中华台北才是真正的旗帜啊。而且吼，哪个不信哦？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哦，为什么高雄县市都可以合并，对不对？台南县市、台中县市、桃园县市都可以合并哦，独独台北县市不能合并呢？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政府他住在台北市嘛，他们的五院、他们重要的行政部门通通设在台北市呢，他们不能设在台北市以外哦，因为他是流亡政府，当初麦克阿瑟将军委托老蒋暂时住在台湾哦。1949年国共内战，他们死亡了嘛，所以他们是暂时给他居住在台北市而已、啊，暂时啊。本来啊，要给老蒋的关照呢，因为刚刚好韩战爆发，海西台湾人救了老蒋的一命。韩战爆发，美国人将错就错，好吧，继续住吧，就这样子呢。反正那个我们台湾人被美国人害惨了呢，哎，把一颗最厉害的原子弹老蒋丢在台湾呢，到现在还在爆呢。哦，好，所以这个当证明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确实是台湾的台北人了哦。再来哦，6年前美国联邦法院判定，伊是不是讲你们赶快建设金门妈祖，你们要回去那边住嘛？所以马英九拿台湾人的钱去送金门县长啊，要起金门大桥，伫小金大金5公里有一条桥叫金门大桥，即摆起要好啊，改天还有一条桥哦，从小金门到厦门哦，迄条桥叫做金厦。大桥，迄条桥因来开开家己钱的，因为因这个月就要走啊，未付乌钱啊啦。但是其实咱嘛未付啊，因已经甲咱乌啊空空啊。有足侪专家讲，即摆总统选举，不管任何人选到总统，对中华民国在台湾没有救了，国库已经掏空的很严重了。你无看吗？各地方县市跟中国一样哦，中国的地方政府。嘛，拢欠钱欠啊真严重呢，要跟银行贷款，人银行歪借政府呢，唔敢借伊啊。中国也一样，中华民国国民党在台湾一样。你看苗栗吼，苗栗是不是发不出薪水了？我北部嘛吼，来4月1号，台湾的新闻报很大吼，美军 F-18迫降台南机场，28年所见的吼，迄台 F-18吼。就是大黄蜂，形成安尼足大台、足水、足厉害。他为什么要迫降台南机场呢？这是台湾的记者在乱写啊，在骗台湾人啊。因为啊，假设哈，我们新闻都有在看嘛哈，4月1号降落台南机场有两台，为何好像在4月3号吧？美国的空军哦，阿兵哥在台南哦，逛大街呢，在吃台南的小吃呢。如果新闻记者讲的是引擎坏掉，为何可以去吃小吃？没有破滚多较紧啊，是不是？表示它不是迫降，所以为什么美国会派这两台战斗机降落台湾机场呢？因为在2天前，就是3月28号哦，中共哦派了一台战斗机哦飞到巴士海峡绕了一圈又回去，美国人当然生气，美国的航空母舰当天就在南屿附近，还不断的航补，美国那个航空母舰的官兵去南屿参加飞鱼聚呢，底下趁。你要去投呢？那派两台战斗机来台湾吃小吃，有没有看到？所以美国的发言人就发布新闻稿，告诉中共说啊，那不是迫降啊，希望北京当局看得懂意思。那不是迫降，那叫做例行性着陆。这个土地我在管的啦。什么叫做迫降？就好比这个厝是我的对不？我半暝要不要回来买菜？透早中昼时要回来买菜？甘得去厝边隔壁甲讲，姐啊，就我迫降咧，啊，类似这样子啊，吼，美国就是要告诉中共，这个土地是我在管的，不是迫降，你们不要乱写。所以中国的发言人他也必须要回复美国的谈话哦，
说好，那不是破教，那希望你们美国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叫做 One China， 转世改跟他一个中共，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没有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消失了。在这儿我们在台湾的新闻其实都有在报，只是我们看不懂而已啦。朱立伦读到东山东主席的时候，党主席，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他是不是有到中国去跟习近平见面？啊、哦，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但是又不哦，一直站在习近平的边啊。他面对全世界的媒体，跟媒体讲，我们两岸同属一中。朱立伦也在告诉台湾人，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呢。那安尼也阁听无，咱来听洪秀柱。哦，洪秀柱伊要代表中华民国国民党参选总统。一头一拜行功，一中同表，没有中华民国呢。但是台湾人听不懂呢，我感觉洪秀柱行功没坏呢。一种可怜的台湾人听不懂怎么办？好吧，那我来讲白话文呐、啊。洪秀柱就讲出白话文，他说：“我不能讲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有无？就是中华民国不存在啦。”大家拢听无吼？但是到尾也听有，但是不信，不相信，不相信吼。可怜的台湾人啊，可怜的台湾人，大部分。2014年去年的六月份，台湾的《自由时报》刚刚进到平壤 S 版呢。我海军司令出席美舰队司令交接，有看无？其实去年的 ROC 就中华民国的军令啊，通通交在美国的手上的啦，在美军那边在管的啦。哦，海军是谁？不说唔敢看，咱也要看哦。一战的下是中华民国海军有无？起码拢写俄海军啊，骗笑的，唔敢讲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吼、哦。再次证明，再来，起码赶快。今年的报纸，2015年的五月份吼、哦，国军标案，中华民国国军唔敢写，国军国军是哪一国？国军吼、哦，台湾人爱看有，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吼、哦。汉光演习违情美方规划，哎、欸，看有无？起码什么人咧还给？国民党对不？哎、啊，即摆安尼看哦，你欢迎就当编内预算啦，哎、啊，当开钱啦，哎、啊，因就爱开钱，啊，开钱哦，咱就有国民党好谈啦，看无？既然军权都交在美方的手上了，为何还要维权？到即摆欧美开钱，欧美募钱呢？台湾人真正看会晓哦。伫遮吼，我告诉你吼、哦，迄、那个我唔知要来甲称呼我的名字，定来袂记。马啊，陈水扁，你知道吗？陈水扁在台湾有当八年总统，你知道吗？那美国很喜欢卖武器，你应该也知道吼。美国人足爱买武器的，所以他当初在施设一个国内法，叫做《台湾关系法》，那是在压榨台湾人吼。所以美国很喜欢每年都卖台湾武器，大家都知道吼。那为何陈水扁当总统那八年啊，美国台湾没有跟美国买武器呢？八年拢无买呢，你敢知道？这地方你。这都有在差在哪了？你看你拢无通过，无通过，八年以内通通不给过，不跟美国人买武器。美国人当然那时候也很生气哦。你陈水扁当总统，陈水扁要买哦，可是立法院不通过，不让陈水扁买哦。大家各位恁知影什么意思哦？又干嘛？猜看看，为什么国民党一比较大胆嘛，在立法院亚洲现在亚洲。很多人没来拿手，怎么赢？所以八年内通通没有通过军购案，为何？其一，最重要的就是你阿扁在做总统呢。你看你如果通过，让你阿扁把美国买武器，那个回购可不可以向谁来谈？哦，是的哈。台湾人呐、啊，中国人呐、啊，在台湾呐、啊，都会。嘿，奥博呀，就是说，我跟你买东西，我是一个公司哈，我公司出钱跟你买东西，但是我跟你接下的呀、啊，你要给我利润，我是人，用金呐，我想讲袂在，可没上了，可没上，哎，你看哦，陈水扁是民进党嘛，那国民党不给他买呀、啊，如果你买那个可没上，叫陈水扁拿去呀、啊。重点是在这里的，结果美国人当然很生气。好，等马英九上台以后，是不是开始买很多军购？买很多，开始马英九上台以后一直买哦，每年都在买哦。结果啊，当初假设这个武器是跟美国人买1亿的话，
不会，但马英九买的时候变三亿，钱五百亩的台湾人怎么不知呢？这种资讯在你上网立法院都看得到呢。台湾人足可怜的，有可怜无啦？可怜哦，跟美国人，美国人其实害死台湾人哦。民进党不会执政，为什么你知道吗？啊，你在遐上课还佫唔知吗？台湾民政府要执政啊啦！民进党是安尼吼，各位，民进党是在中华民国的架构以内呢。民进党它的全名你读下无看吗？中华民国民族进步党呢？啊好，直接我解释一下吼。假设有台湾乡亲跟你讲，无效这边民进党，你看蔡英文一定赢的嘛？假设如果呢，那有算一定赢的嘛？你甲讲啦。假设中华民国是一个公司，很大的公司哦，哈。那民进党是这个公司里面的很大的一个工会，基本大公司都有工会吧，工会嘛。那民进党是里面的工会，你看工人、经理、厂长都支持这个工会哦。好，做大一个工会哦，他可以对抗公司的工会哦。好，那公司如果倒闭、落跑、招楼啊？这个工会还存在吗？就那么简单的理由嘛。中华民国就要离开台湾的，既然你还去给他们看，哎，阿伯来民进党执政不用买武器，唔对啦，没有民进党，以后台湾只有剩下台湾民政府，什么党都不会存在。会，他们会在金门、马祖跟平潭，吼，就是安尼。民进党这个名称不在了啦，可是。参加民政党、民进党里面的人，他是台湾人，他如果要住在台湾，当然可以；他如果要选择去住在金门、马祖，当然可以呀、啊。全世界人权嘛，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我要当哪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嘛。就开始我就讲了人权了嘛，哦，哎，你看哦，这个新闻哦，这是花莲一个《东方日报》报的，在去年的四月初一日讲。宜安州办公室成立，有无？啊，这张报道是四月初二刊的吼。宜安州办公室昨天成立哦，百名干部齐聚一堂，台上台下一团热闹。宜安州办公室四月初二成立，迄天是不是万人两台 F18降落台南机场？东港办台南州台南州的斗六郡也是那天成立吼，迄天伫纪委外。所以有一个记者他自己写的吼，因为秘书长在那边演讲，一主头听到尾。所以隔天那个记者自己看的吼，台湾民政府啊，美国在半年后接管台湾，各位也要省委。四月初二一刚看呢，五月吼，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半年吼，当时也执政。但是这是记者，还是记者看的啦吼，其实也很接近啦，嘛足接近的啦吼。好，过来。这个新闻的主要是不？在今年的四月二九，这个是台中州，台中州咱这有台中州的人无？台中州办公室有，在迄个双十路吼、哦。你看哦，迄天四月二十九号，迄天台中州的同心好几百名干部，每一个人拢举关东旗、举美国国旗、举台湾民政府的旗啊，要甲台中的市民讲，我们台湾民政府台中州已经准备好了，准备接管。政权，结果报纸有看哦，千人剑走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看无？也要看未？新闻媒体记者足厉害哦，他们都可以，因拢会晓辨味哦，哪边有钱比较多，西瓜较大瓶也挖过哦，伊知影台面上要执政啊，所以突然留啊碰风一下，明明两三百人，伊甲人写千人剑走，看无？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但是伊突然碰风，咱来原谅伊嘿，伊突然碰风诶，毋是替别人哦。你看哦，我们要看得懂新闻，即挂所看所讲的，拢是新闻报道的。来，去年的七月一号，2014年七月一号，台湾自由时报有登哦，日本这个是国际新闻哦，哈，安倍内阁恢复集体自卫权，台湾若遭受到攻击哦，日本已经可以出兵相救。这请问这个新闻如果拿给各位看，恁有法通甲乡亲解释无？解释讲，这真正的意思在写啥？敢无多？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台湾人不要看新闻哦。咱今天爱学会晓看会晓，
好甲家己亲戚朋友讲，咱若了解，咱若清楚了，咱的亲戚朋友就有福气啊，就是安尼哦。这个是世界新闻哦，2014年的7月，大家拢知，日本啊，在二次战败以后啊，1945年8月15号投降以后，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把当初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改掉，一礼拜年哦，改掉，改啥你知无？改成新日本和平宪法，限制日本人不能出兵，只能有自卫队，有无？所以这60、70年来，日本敢若有自卫队尔呢？表示他不能出兵呢，袂使开枪的呢，上侪会当抓罪尔，有无？所以在7月1号之前啊，钓鱼台啊，尖阁诸岛钓鱼台，咱拢看得到哦。阿强啊，中共是咪派渔船去钓鱼台讲插旗啊？讲个钓鱼台是我们中国的，那日本人很生气，他又不能开枪，怎么办？甲抓罪有无？喷水啊，啊喷水又没关系。那时候夏天，拄啊热热，中国人讲好啊，喝水烧温，两个人两台船底下转来转去有无？喝水烧温，在7年7月以后，请问有人在看到电视台有报道中国有还有船敢去吗？不敢哦，已经1年多了呢。大家看下去，包括南海都离开了呢。南海是不是说7年3月份越南是不是甲咱抢台商放火烧抢物件，足严重啊，有无？迄什么代志恁敢知？因为南海伫咱菲律宾以南有个那个叫新南群岛，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还有南沙群岛，有无？迄不是一年，迄阵有越南人、有菲律宾人、有中国人去那边搓油啊，说那边有油啊，有那个石油、啊，钓鱼台嘛，赶快的，都下面都有石油啦。他们为什么要抢那个？要抢资源呐、啊？那不是他们的土地呢？现在南海也都离开了呢，没有人敢在那边了，因为恢复几块钱了。不要以为日本已经也在出兵啊，哦，那他为什么讲台湾若遭受到攻击，日本已经可以出兵相救？大家拢知诶，70年前啊，台湾甲朋友甲日本是同一家伙，所以我们跟日本叫做兄弟，现在叫做兄弟。邦联呐、啊，邦联啊，即卖土地嘛是拢日本天皇诶，日本人嘛到即卖才知呢，原来日本所有土地毋是因日本人诶呢，是日本天皇诶。台湾人嘛同款。台湾平湖钓鱼台南海这块土地，包括日本北方诸岛，日本所有土地，统统属于日本天皇的皇帝的啦。安倍只是皇帝请的一个管理者而已啦。等于是类似讲啊，我的头家我当董事长嘛，啊，公司我无法通管，我请一个总经理去甲管就好啦。我头家就等，对不？等享受就好啊。类似这样子啦吼。所以安倍内阁已经恢复紧急支配权，他已经可以出兵了，所以重点在这吼。过来，这个新闻在今年的6月15号迄天，《联合报》刊呢，台湾民政府有无？6个州，所有的郡大概50个郡全部完成了。新闻有报，多大片？主要是报嘛报，6个州，几十个郡全部完成。一个州哈，台湾规划有6个州，那像我们新竹州哦，大概我们新竹州规划为9个郡，高尾郡呐。那一个郡呢，所管辖的人民大概50万人口左右，50万人口，所以郡所也是很大的。现在2点哦，今天也有在考郡所啊，郡所考试连岗啊，连岗有机会了哦。你们初级班过以后，高级班职前训练以后，应该还会再开放。郡所的考试吼，郡守呐考着袂歹呢，会当做郡守，会当管50万人口呢，嘛不哩啊大吼，就好像现在的小县长一样吼。所以迄天这个新闻报出来了呢，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个朋友的堂弟哦，20几岁而已哦，在行政院打工，伊拢参官二代混在一起。迄阴暗拍电话来阿公，伊讲足恐怖的。那天行政院里面人心惶惶，里面的长官讲一句话，讲即摆中华民国确定倒了。你看台湾民政府都准备好了呢，准备要执政了呢，有看到？来，我们跟人家讲那么多原因，莫非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台湾人赶快来办身份证？因为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这一张啊，即将不能用，特别袂使用啊哦，最近两年哦，有一天的新闻伫新闻台做大家出面级别，大家拢看新闻，唔是咧看八点档哦，咧看马英九会在新闻宣布这种修正，即将不能用哦。所以在台湾的中国人也都知道，这个身份证不能用怎么办？
他们已经赶快在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给他们的旅行证哦，因为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不是国家，不能有护照，只能他兄弟发给他的旅行证，他们拿到旅行证等同中国护照了。那台湾人怎么办？赶快来领这张身份证，拿到这张身份证，美国要会发给我们旅行证，跟琉球一样啊。琉球台湾同属美军占领，说琉球的人民要出国都拿美国发给他们的旅行证呢，拿到美国发给旅行证等同美国护照，足好用。好，所以咱一直要叫亲戚朋友赶快来办身份证。各位，今仔咱这出去办的好朋友哦。有办过有办身份证，人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嘿，就是台湾人这张身份证啊，头一半，还佫有人无办哦，爱赶紧办，爱赶快办，要赶快办吼、哦。因为我们把资料送寄到美国，来回大概要两个多月，要赶快办吼、哦。啊，咱敢讲办这张身份证，爱敢讲重点嘿，这张是身份证，又是驾照，同时也是健保卡，三合一，足好用。这张身份证的重点就是在背后有四个英文字 USMG， 哦 ，USMG， 这张身份证绝对是美国国安部发给台湾人的，真好用。但是有影片，但证明这张身份证在美国国内线哦，坐飞机很好用哦，海关都要跟你敬礼呢，看这张啊。所以重点是在这边哦，后面 USMG， 那最价值的、上价值的在这，头前那两字，有没有看到 TW？台湾，记得伫遮，啊，重点是后壁这四字，啊，记得伫头前这两字吼。TW 就是代表本土台湾人，就是讲咱的祖先呐、啊，包括个人哦，你自己是日本时代的人哦，你只要每个人自己到户政事务所去申请自己的祖先，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外公外婆，1945年9月2号之前，会当摕到日本时代户籍成本，有些。有些昭和几年吼，啊，新竹州、台中州、台北那个高雄州，类似这样子吼，就可以拿到 TW 哦。那以后台湾也会有很多的绿卡啦吼。除了 TW 以外是本土台湾人哦吼，剩下的统称各国的代号嘛，像美国就是 US 哈，印尼就是 ID 嘛，啊，越南嘛上侪嘛叫 VN 吼。伫中国人阿强啊，若要过来台湾大买菜哦。它叫做 CN China， 除了 TW 以外哦，剩下以下统称台湾的绿卡。那拿到台湾的绿卡怎么办？没关系，拿到台湾的绿卡哦，六年以后就可能改回 TW 呢。没要紧啊，我们也是依照国际法嘛哦。但是是六年内呢，必须要正常的缴税金哦，爱纳税金哦。啊，没有犯罪的记录，没再犯罪，满六年满六年就可以换回 TW， 哦，就这样子。包括你也是一样哦，你如果有拿台湾的绿卡，叫 US， 你是美国籍嘛哦。好，你如果想住台湾，你就拿赶快来办那一张身份证，一样就是送件。六年以后你就变成 TW， 那时候立马台湾人呢。哦，那时候台语你就最好讲啊，啊，所以你即摆爱紧学台语的。哦，要赶快学台语哈！哎、哦欸，这样知道哈、哦？你如果拿到那一张身份证，六年以后一样，我如果要当美国人嘛，我要先拿到美国的绿卡嘛。那我拿到美国绿卡，我要在5年内，我个人要去美国住满2年半，我就可以去美国的法院说我要宣誓嘛，我要当美国人。那你六年以后？一样来台湾民政府说，我要做台湾人，哦，同样道理哦，都这样子。那 TW 呢，有什么好处呢？来看下一张，有没有看到？如果有拿到 TW 的人啊，我讲过三合一也是健保卡哦，全民看病免钱，健保卡免拿啊，看病不用钱呐、啊。再来呢，现在目前有大概超过80万的小朋友有助学贷款，有无？有可能领到嘛？有可能你的出名级别绝对有，拢免领，不用还。哦，再来嘞，我们执政以后，从幼稚园读到大学啊，一律免费，让国家栽培。那超过18岁，只要有拿 TW 的身份证，人人有房子住，一间超20平左右。迄个时阵，每年以后无人会去租厝啊，免租啊，申请就有。
哦，人人有房子住。啊，有人甲讲哈，20坪而已哦。啊，20坪遐细间变怎？住那为人住袂落变怎？老板，倒想一下，这啊，像后摆这政府咱家己啊，怎么办呐？家己设计好。那住袂落就是趁钱买较大间的嘛，较简单。已经保障人人有房子住啊，但是这个有条件哦。譬如说要申请那个人哦，他的爸爸妈妈不能有两栋房子哦。啊，两栋房子你都懂哦，你老心就好啊。没有房子的人很多呢，那可以住多久你知道吗？住到有一天如果啊搬到山鬼啊忘记呼吸或是懒得呼吸，政府就收回来再给别人去申请啦。好，保障人人有房子住。所以再次强调，台湾以后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最幸福的国度。因为你看美国军事政府，美军在那边当兵哦，我们不要付他钱呢，他要拿他们的薪水呢。美国在这边保护台湾，还有日本人保护台湾，你看有哪个国家敢对台湾人卖光开枪啊？连讲话我相信都要很客气哦，要不然美国人一生气都给他打一巴掌哦。来，再来嘞，超过65岁以上老年人金啊，每个月$800，$800就是24000。Hello， 你们美国老年人每个月就是领$800，对不对？你知道吗？哦，你还没领到、哦，不一定哦。好，没关系，那我们就设计老年人金65岁以上老年人金每个月$800，$800。就是24000啦，按了24000，按了有搞无？是啊，有搞，有搞哦。这是听在台湾人，台湾人就才可以。人话说啊，有搞啊，真客气哦。其实啊，可以多一点呢。你看这边有没有写$1200？就是你讲的也是不一定，没错。但是我这边强调哈，$800是24000哦，所以是在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前哦。我们执政之前有申请身份证的是$800哦，如果执政以后再来申请，有可能会少$200，啊，有可能会少$400哦。那是少$400，是不是剩$700，一个月变剩下12000？哎，居然按那12000有搞不？其实也够了哈，嘿，老岁仔人会俭俭嘛。所以，咱来甲亲戚朋友讲个足清楚，你要未来老人金要政府每个月给你24000，或是给你12000，自己选择。哦，大概嘛，要1万，要2万4，那就要赶快送件嘛，赶紧办哦。过来，有人讲有没有人会怀疑钱从哪边来？啊，你也会怀疑哦。啊，你看，台湾就这样，所以咱爱真了解，亲戚朋友哪个来讲，我咧骗笑，钱要堆出来，这个政府都要倒啊，你敢无看？你无看庙咧管政府，薪水都发不出来，那有可能福利那么多，对不对？钱从哪边来？我们要有能够证据，要拿出证据给亲戚朋友看。证据在这边，有没有？那么多钱，你有没有看到？啊，没有。哎呦，啊是啊，故意的啦，我、哦、故意空一个空白啦。你家啦，我只只有这不，那改看看看有。我们每年都有缴税金呢，每年缴税金这政府拢变了好几十趴、哦，去做国防外交。下面叫做国防外交、军事学校，吼、哦，啊，饲一挂戆兵，即马做兵，唔是做兵呢，现在叫做军中乐园呢。即马阿兵哥袂甘要操一个得气个呢，因为黄龙桥就是安尼啊。以前我们都跑5000、跑10000公里，即马是袂使3000而已。啊，日头上炎袂使操，那 OMT 袂使操，靠腰是不是军中乐园？好，养兵每年花费很多。每年在跟外国人买武器，尤其跟美国人买武器买最多。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放在仓库的，仓库安天有啦吼，不是上厉害的啦。为什么美国人来阿帕奇？美国人很喜欢卖武器哦，独独他阿帕奇直升机他不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阿帕奇哦，很少呢，只有美国跟台湾啦。为什么台湾会有？证实台湾就是美国管的嘛，美国人他自己开的啦，所以最后一批卖阿帕奇来啊，就是经过啊，总统如果每次有去访问那个非洲欧人国家，
通通拿个10亿、5亿，我开价有无？这10亿给你开，啊，咱来做朋友。看到钱，大家嘛讲好。不到半年、3个月，伊讲再见，拜拜，我要去跟中共建交，有无？我们每年在发送冤枉钱呢，这寡钱后摆拢交美军负责，拢美国人家己来开啊。没关系啦，美国人很有钱，没关系。美国人哦，没有钱就自己印钞票就好了。全世界袂对，敢那美国人啦。大家要了解这吼、哦，这条钱咱拢免开啊，拢搞美国开，所以每年我们会省下很多钱，而且不是不用花这条额，还有很多租金六块五。美国学校内湖金湖路100号，那租金租多久你敢知？他契约是签99年，加99年，而且还加一条无限期续约，99年加99年啦。美国军事政府亚洲指挥中心哪有可能撤走，对不对？好，那再有再一条战斗重生基金，在美国都是依照国际法，但你战败的国家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赔钱，各第二条就是赔土地嘛。所以在118年前哦，美国跟西班牙战争有没有美西战争？知道吧？美西战争，那西班牙怕输边了，他还是选择赔土地。所以当初118年，西班牙赔美国什么土地？你知道吗？波多黎各、古巴、关岛、菲律宾，对不？就是北京说的，赶快他们琉球、台湾一样啊，就是美军占领啊。但是现在古巴已经独立了，菲律宾也独立了，有没有？底下在座我讲一件代志哦，菲律宾贵个比台湾人较好过，恁知无？有人知无？知吼、哦。菲律宾明明比台湾较好过，为何菲律宾要输出外劳给我们当女佣？有没有矛盾？刚才不是一个好嘢人，因刀刚有刚来来咱刀，你给他煮饭，给他洗衫，赶快意思哦，要懂了，因为迄个好嘢人倒啊嘛。因为当初菲律宾为什么会很难过，就是因为跟未来的台湾一样，美国军事政府管理菲律宾人免做兵，免交足个税金，买武器、骑兵拢免，所以趁钱家开尔，这么贵嘛。所以因为菲律宾独立以后，税金每个人税金要加很多，吼、哦，要买武器嘛，哦，要养兵嘛，啊，要选总统嘛，所以经济一路往下滑，所以开始要输出外劳啊。所以咱台湾要注意哦，其实我们台湾也在输出高级外劳，相信大家都知道哦。咱一年啊，即卖目前上侪啊，一年大概20万的小朋友呢，都是读大学毕业呢，博士班的呢，跑到澳洲去杀牛呢，杀羊有无？那个叫高级外劳呢？为什么我们会输出高级外劳？因为台湾派探家嘛，台湾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去上班，每个月22K。各位，咱不提不讲，咧被温水煮青蛙呢，咱拢唔知呢。所以我拄只问各位，咱台湾生活是咪伫美国联邦法院6年前就个判定哦？我们生活在炼狱当中哦，竟然足侪人无感觉吼、哦。温水煮青蛙嘛，因为台湾人足软命，超袂死吼，可以适应任何恶劣的环境吼、哦，都可以忍耐呢吼，足、哦、厉害。所以咱来了解这吼、個，后摆会相信侪战斗重建基金，就是战败的国家。赔钱赔土地以外，战胜国他不能直接管人民，所以要帮人民成立一个人民政府，顺便编列一个重建基金。这条钱哦，有编列呢，给台湾人啊。当初发2年给老蒋放在口袋，美国人就放着不发了，歪发了。阿扁啊做总统时阵哦，阿扁啊嘛是啊，美国人推这条呢，美国人也是不给他，因为阿扁啊你不是台湾人啊，他是中华民国中国人。哦、所以这条钱留咧，以后不要人钱从哪边来？李登辉总统他当总统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台湾省废掉、废县？有无？那美国人他不跟李登辉讲为什么不能废，他只交代不能废。到最后是不是选择动省、动县？即马中央时阵有足侪员工伫遐上班，无工过样做呢。但是每年还是变咧2-3亿呢，遐钱有侪无？当年拢咧变些冤枉钱哦。公务人员目前有34万多，太多了，跟希腊一样。公务人员收税，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会减半，这是不是新作的集团？而且台湾民政府以后的官员不能贪污哦，如果贪污很严重哦，跟新加坡一样哦。让公务人员薪水高一点，不必要贪污，绝对够用，不必要贪，但是也不能贪呐、啊。如果贪污啊，
很严重了，很严重哈、哦。过来，以后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台湾不会有监狱，我感觉啊没有选举，大家在选举每年开遐尼侪冤枉钱都交款啦吼，大家分了了呢，啊变成愈来愈惨呢。后摆好野人的追税金无，咱大家在伫台湾的好野人，他们都懂得节税、避税，叫粗鄙的中国人叫这个粗鄙的物件，明明就是逃漏税嘛。他讲得很好听，我们节税可以避税，后摆弄个弄个这吼，所以后摆无干嘛无算计，好野人追税，所以安尼有钱无？有没有钱人多？啊，还有没人怀疑？是啊，啊后摆台湾人无干嘛要安怎？现在派人较侪呢，那无派人，那派人开袂落啊，干嘛拢要派人？国民党、中华民国建议一直在起呢，一直在增建呢，因为人满为患呢。哎，听讲 AMC 的群众，拢晚上有的会想要去厕所尿尿嘛吼，他睡不能翻身呢。如果起来上个厕所回来，哎，那个位置已经填满了。现在建议是人满为患呢，所以建议是不对的啦。好，你讲啊，无对，后摆台湾无派人，因为呢，福利那么多，不会有人去做派来子，袂好，袂好啦吼，福利那么多，人人有房子住，他的小朋友国家栽培，读到大学，读到博士都免费啦，拢国家开钱啊，伊个老大人，国家饲一个月那一两万应该有够啦，那少年人、中年人看病免钱，住厝免钱。干那趁钱是家己，社会福利也好，你看有人会做派无？啊，若做派哦，我们就学新加坡嘛，叫鞭刑跟死刑嘛，对不对？好，你曹顺，你甲放一下鞭刑诶，这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一样哦，叫做鞭刑。老哥，咖喱发蛋。这也袂讲真正屁股足水的吼，尻川啊，讲完了你再看吼。你啊，这辈子如果有犯罪吼，他会法官判哦情节轻重，所以有三鞭的，有五鞭，有十鞭，这个很重哦，这个判二十鞭。哎，按哪个严重咩？枪毙！那，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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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当初有个年轻人到新加坡。拿钥匙把人家换那个车子，被判不知道被判几鞭了，三鞭哈，六鞭哈。那美国总统出来说啊，拜托啦，我是美国总统，看能不能减免。好，你是美国总统，好，我给他减到三鞭，赶快搞。还是被鞭了，美国总统出鞭讲都无效呢。这个我有大概去了解一下，新加坡假设这个人被判三个月，就是每一个月就这样打一次，啊，没关系，这个不会打死人，只是很痛而已。假设这个月打一打，到大家哦不能坐，啊不能睡，要趴着睡，啊爱赶紧搞油啊，但是大概二十几天会好，好了以后是不是可以躺着睡？不哦，啊几天以后啊。所以我相信这种人，这个人啊，这人啊，伊绝对往来暗暗就抓。老板，连白痴死人绝对无可能。没错，以后台湾哦，哎、欸，铁门铁窗坏掉吼、哦，免修理啊，无人敢做。别了。啊，如果时间到了要再回来打呢，可不可以逃？可不可以？可以啦。你要出国都可以，海关不会跟你拦啦、啊，他会跟你讲，哎、欸，月底要再回来打屁股哦，
你如果不回来，你慢慢可以啊，你卖毒流啊，去外国流浪啊，去外国做贼啊，做派人去外国人枪杀啦，都是这样子。你不时代有一句诶，慢慢遭难抓到人哦，怕个忝。原本三个月哦，啊抓到，你若走无照时间等下来抓到，六个月袂好啦，乖乖啦。所以绝对无人做派，即、這个相信伊绝对会救出来啦，伊绝对无可能做出来，绝对无来。社会福利也好，对不对？老板啦，这个吼、哦、很安全，因为旁边都会有医生在那边照顾哦，袂怕死人。因为打屁股只是皮肉之伤，不会伤到这个人的筋骨。老板，有的国家是当小偷，这个手指头被剁掉呢，那不对呢。他为什么要当小偷？你敢不知？他想生活嘛。啊，你个警察啊，都在边喏，用嘴巴骗，厉害。对，我就是，你看哦，医生都在边边边边啊讲，哦，医生都在安慰了，佮拍阿彪咯，阿彪蛮个做派啊，看无。哦，对，你看是安全的哦。好，袂昏去，啊昏去昏去都拎这个破了，你冇看，你冇看瓜鱼烟，一拍到昏去，拎这个枪了，啊，对不？好，所以你看哈、哦，以后是没有建立的哦，那没有建立对不对？因为干嘛是唔对的哦？大家都知在台湾哦，我们缴税金，请警察抓小偷去监狱里面度假。三个月、五个月出来以后，他变大刀了，变得很厉害哦。因为里面会教功夫呢。小朋友、少年啊、搞人啊，玩家小拍飙车。如果人抓在在关，关个三五年出来以后哦，大家都恰凉恰凉，老麻啦。因为你们大哥哎、欸，老大你都是帮派，我话你，对不对？这种新闻，这种不是新闻啊，大家都知嘛。所以监狱是不对的，监狱是犯罪的温床。更何况是咧训练歹人的所在，咱开遐尼侪钱，甲心态分到大家，毋是真好，对不？啊，所以过去啊，过去台湾有一阵子哦，有个林良港，你知无？台湾人，林良港伊就是崔来兴其中一个啦。林良港当初讲一句话，字里面也还有会记袂？伊讲吴本伦啊，上台以后一定要让铁窗会萧条，有无？捌听过无？爱什么意思？恁知无？唔知吼，因为伊阵要做内政部长，伊讲我如果上台以后，要把所有的小偷抓光光，你们就不用找铁窗的来装铁窗啊。铁窗诶，是不是没有工作？伊就是主要是要讲这啦，要把小偷抓光光啦。结果各位敢有？现在连派出所敢有钱呢？你抓查来派出所，大家嘛装铁窗，你看无？安尼无感觉很矛盾吗？对不对？所以建立是不对的哦，以后我们会检讨。那选举大量在每年开遐尼多钱，不应该哦。我们以后台湾会哦省下很多钱的、啊，就跟当初的菲律宾一样嘛，你就有钱啊。啊，以后希望台湾不要一直赶美国人离开嘿，独立不快赢啦。其实中共很喜欢台湾独立的，知道吗？阿强啊，现在台湾不能独立是美国人在管的呢。你敢打美国吗？不敢。你如果独立以后，他随时都他觉得随时都过来呀，对不对？我们要了解这个逻辑啊。中共很喜欢台湾独立呢。来，钱从哪边来？有没有看到？每年编列40几亿美金啊，大概1000多亿哦，照顾一个老农民，一个老农民都不一个第二代、第三代嘛。你看哦，本土台湾人，台湾也有很多农民呢，农民啊。他们是光荣的人民呐、啊，农民。我们是亚地台湾农民，差一个字，差多你看。我认农民讲多，让农民弄你真卡、啊。你看哈、哦，我们每年在买军购以后不用了，农民不要，因为美国人哦，因为自己带来，他们自己带过来啊，带过来他要放在我们的港口呢，我们的机场呢，要怎么放？要给人租啊，咱够租起么收呢？哎，阿伯是不是台湾这么贵？好不好？过来，目前的立法院啊，立法委员啊，都不干好事啊，领咱的薪水在污染的土地啊。寺庙占国有土地哦，五年后吼、哦，就地合法。国民党的立委黄兆顺为首，清一显龙的部街，民进党的立委有10几个一样在支持这个法案，所以国民两党都一样哦。
咱后摆拢爱处理。过来咧，目前中华民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前进中国有去无回来啊？表面上讲甲咱借钱啊，但是有去无回来。这个新闻呢，去年立法院吴秉睿，民进党的立委吴秉睿，在立法院质询何副董事长啊，甲讲你有没有借钱给中国人？合国董事长唔敢讲白话，伊讲有啦。那有没有担保品？伊讲没有。哈，借钱向外国人免担保品哦？为什么？用那他们的财报写得很漂亮，嘿嘿，有看无？当诶，各位当诶，免做啦。你就请会计师较贤吼。恁公司的财务报表写个足水，去个合国借钱，也免担保品啊。但是借没有啦，中国人才借得有啦，台湾人借无啦。好、哦，就是安尼吼。过来，卫福部96岁的吼，万年肥猫，月薪13万，这个是借都不合理啦。96岁呢，哎，96岁还月薪13万，伊搞咧赚鬼，很扯吼、哦，制度不合理哦。东吹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寄生虫防治会？因为台湾当初比较农业社会，扎钱，咱囡仔拢有门堂个无？门堂啊，但即摆并无啊。啊，伊个其实门堂是虾米人偷袭，你敢知？有没有人知道蛔虫谁偷袭的？兴农啦，兴农是毋是农药足毒个？啊，互咱转菜，啊，咱挽菜来食对无？食了门堂真巧伊，兴农偷个，啊，伊个领钱吼，无合理吼。过来，你看哦，这个哦也是制度不合理的地方哦。他叫做这个哦，他是老师，他们一家11口，通通是老师退休的哦。他们你看退休以后，月退休4-5万，18%2-3万，大概一个月7-8万。所以一共一家啊，一年哦，10年来最多领1亿。他们选择他们不合理，他们也愿意改制度，但是马英九选择不要改，因为那改了规个财团拢得失掉。选择不要改吼，过来嘞，李德威恁知无？李德威有人捌伊无？吼，大家拢无咧注意者吼。李德威有一边伫台北，伊是台北市信义分局长，他老婆是在内湖做迄个消防组的，伫遐上班。两个夫妻在那边上班，一个月薪水21万，两个合开21万啦吼。啊，是毋是一边柯文哲、柯宾是毋甲李德威嘛？你哪个还华人公共跑，我来甲你换掉有无？啊！所以李德威人起码是话你，等于甲因某讲，我看咱卖做啊，退休，两个办退休了，他们的月退休一个月阁19万外，安尼敢有合理？免做阁一个月19万外，啊！伊即摆李德威也阁无讲真老嘛，郭台铭过当个讲来我遮上班，阁加赚个，退休了领阁较济，这个叫做制度不合理啦，所以爱改革无，爱改。如果了中华民国还在台湾，救袂起啊，已经掏空啊，绝对掏空。这边有足多专家学者拢咧知影，如果任何一个当选总统已经救不回来了，掏空的非常的严重。你看这边吼，厝价开始崩啊，有无？房价开始在跌了哦、喔，跌很多、喔。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会跌更多，90%吼。你看哦、喔，咱这个政府啊，违法开后门，6.3万的中国人吃健保。哎，各位恁敢有咧立健保？大家嘛有咧立？你若一个月、两个月无来，伊就给你锁卡，袂瘾让你看病啦。中国人面呢，有没有看到？而且他们的大学生来这边读大学啊，叫做入生啊，好像听说每个月补助3万块呢。啊，台湾人现在大家拢爱贷款呢，爱尿康啊，是不是啊？呢，很不合理啊。过来，行政院发言人啊，年薪6000万，有可能吗？刚姐发言人呢？发言人士啊，虽然因编了73人，但是需要那么多人吗？很多人应该都是在领干薪嘛，弄不得这番鬼呢。可能有很多是人头，对不？钱乌白开啊，那也无钱。这样有没有钱很多？来，搁继续往下看。记得有这高官员有人办理无？高官员啊，他说我是高级外省人，我虽然喝台湾水，吃台湾米。可是我住在你们这个鬼岛，我很委屈，有无？臭屁搞不死，所以他被停权嘛，被停权。当他们快要时间到了，快要退休的前一个月哦，国民党的高层呢，把他安排到台湾省政府去当米虫，当一个月，爽退。退休以后，每个月领8万块，领一世人，钱有多无？钱有没有很多？
所以免惊啦，只要台湾民众执政了，台湾人做好过，吼、哦。再来看吼、哦，你来看。啊？你看，你看，我，你看，又也个继续念未？啊，假设啦，我再举例一次啦，吼、哦，既然有人爱问嘛，我伫这间公司，我参头家卡达马子挖贴的，吼、哦，我足够破，拍马屁，吼、哦，啊，我足够讲的，但是我无咧赚过，头家每个月我8万块，好，这间公司有一间倒啊，头家换人啊，你看我8万块够倒念无？哎，遐简单嘛，就是遮简单嘛，所以，这正台湾人啊，较故意的吼。无安尼啦，你后摆就换了真好过，无你逐个月你甲讲无啊，补助你4万啦。哎呀，当在中国啊，你还提起了伊，安尼有注意无？过来看哦。来，《天下》杂志伫台湾做一个调查，有348万的台湾人，通通叫做穷忙族。应该大家知吼，穷忙族有人唔知虾米号咧穷忙族无？都苦中啊，心里念了不了了啦，不了了，哦。喂，月光族，我咧上一代哦，就是到月底就光光啊！啊，今麦听讲好一个名很好听，叫做白领阶级呢。什么叫做白领阶级？伊一个月靠装修做，赚的薪水分了了，好咧白白领啦，白领阶级啦。哦，你来看哦，大概卖讲领22K 了，领不到30000块，所以呢，每天哦200-300间的中小企业停业多大？民众消费越来越少，小老板撑不下去。为什么？假设我来领30000块，我这30000块领到，我必须要去缴健保卡，对不对？我根本无啦，袂使。我爱立小朋友的学费，我爱立住租，按那无就立房贷，唔是租厝就买厝嘛。爸爸妈妈一个月干咱饲到这大啦，伊起码一个月才领3500块，干咱啉汤嘛无够。老岁仔人爱营养够呢，所以一定要欠几千块，加3天。家己存唔啥物，分了了，好朋友开店，同学开店，歹势我拢唔敢去，我拢甲你捧场啊！啊，伊生意是毋是愈来愈歹做？我会走去倒消费，我走去夜市啊，夜市较俗，对无？所以为什么即摆赛经营车的人愈来愈多？因为会当贷款一台车来赛，收现金，虽然涨袂肥，但是也袂死。为什么摆夜市的人愈来愈多？足侪种上班族的去第二份工作呢？工厂休困了，也是。摆路边摊、摆夜市啊，真多呢。台湾人是不是被温水煮青蛙？温度已经真悬啊啦，足悬啊！台湾人爱清醒啊！你也想吼，真哩严重啊！过来咧，下一张，这大家看有无？这张图呢，你只要用这张足简单，甲亲戚朋友讲，伊就听有啊。伊不爱予美国人管吼，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是不是叫 AIT 管？啊，你是不是叫中华民国管？啊，是不是美国人在甲管？啊，即摆呢，即、這个政府传落啊，要再次逃亡，要再回去了，要走路啊。那这个政府呢，即、這个在政治台湾在发送的在骗台湾人啊。那这个叫做法理台湾，一切依法、依国际法、依战争法、依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这条行，就是 TCC 吼、哦，台湾人民政府。未来台湾人民政府就是管咱家己背景内政啊，国防外交交美国开。内政，咱民政府自己管吼。咱台湾民政府就是衔接以后的以前的省政府啦，吼。来，台湾民政府 TCC 的长官是谁 ？USMG， 美国军事政府底下有无 ？USMG， 那 USMG 的长官是谁？国防部，他们这边是国务院，那基本是国防部长官同属奥巴马，吼，还有清楚无？哪个来讲，我有美国人管，你来讲啊 ，AIT 就是拢你家己管啊，你又没有美国人管。台湾人真的很笨，聪明的吼，228已经被杀光光了。现在有留一些比较，卖光笨了，老实啦，非常老实啊，过于老实会怎样？柯文哲的古尼吼，他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吼，去年3月份柯文哲有一篇演讲稿，伊讲咱台湾人足可怜的，在228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比较聪明的被干光了，杀光光，留下一些比较过于，过于就是老实啦。啊，故意的，娶故意的，做某嘛吼，
高一抓高一生来，各路高一。啊，超过老师就晓得讲了，客人就唔敢讲讲，伊讲路高一，都在讲我们嘿。所以吼，咱大家看好最清楚吼。过来嘞，过一段时间哦，我希望要放到一个片嘞。迄、那个潮汕，伊为个迄、那个罗啊罗叔嘞，伊得帮着，罗叔嘞，伊得得得。讲我在立法院里面这么多年哦，有没有录音？有没有录音？我跟各位讲哦，我在当会计师的时候，我都跟我这个话我也跟马英九总统讲过了，也不怕人家知道了。我都跟我的客户、跟我的亲朋好友讲说，怕不赚钱，不要怕缴税。缴税是我们国民的义务，也是我们的光荣。能够多缴钱很好。可是我来到立法院哦，看了这么多胡乱的预算以后，我改变了。我都跟人家讲说，一兆六只能兆了。到了几栋造物，其实讲这种话哦，心里面很痛，真的心里面很痛。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那我们再看一篇那个黄叔教哈，黄叔教了，拍起听讲，好啊，我见直接写嘛假的，黄差不多。要告诉大家，这个身份证绝对是美国国安部发的，所以美国过来算真多用。我今仔也无甲人讲对无，我对不过我的亲戚朋友，为什么这么好的物件，啊人我拢唔知影，啊佫伊就是讲安怀疑，即嘛足奇怪。对啊，就是有人去怀疑。咱到底是分已经落来啊？咱这，咱我你讲，你有分享的证料对无？以后就是主人对价的啦。刚说当时你佫辩论的哦。已经去干过啊？我上个十年，我都去过啊。就是啊，佫讲话的当时啊。五月三十，伊唔免啊，伊迄个宣判啊，迄个是宣判。咱的那些中华民国，哎，就是伊就外国报都收掉啊，伊搁叫啥东西？哎呀，他不承认啊，他等于败诉啊。哎呀，这摆是美国不承认，输掉，对，输掉。输掉，你个讲，你提身份证去美国？哦，身份证哦。嘿。身份证要通关的时阵哦，足简单的，就是安怎讲？阮朋友听同情，我想讲，咱会讲较久啦。后尾我想讲，啊，咱身份证足好用啊，我能提好伊啊。啊，其实我拿给他的时候，我也好像无好伊啦。阿姨，安那提起电脑安尼翕一个对无吼？伊双手举僵全安尼，甲我指讲啊，提给我。我头一摆拄着安尼啊。阿姨甲我讲，你行对边啊，迄个通道行。啊，我跪的时，我想奇怪，安那免脱衫，免脱鞋啊，啊嘛免手举遮悬对无吼？啊，他就让你通过。敢那比过会通过？对，啊你一般的民众对无，拢伫遐排队包，伫遐脱鞋。在外套脱起，手搁举安尼，啊！有些旋转门搁在扫描无过时哦。这男生、啊、那个是台湾大车队的司机，啊！我真出名，我伫高台湾大车队的司机啦，伫新庄啊！我伫高雄咧放这片，有一个同心讲，哎，阿阮阿静呢？伊较早咧塞公车，啊，即摆塞计程车，啊，伊阿静伊看到伊阿静，啊，所以伊阿静即摆嘛办身份证啊，吼、哦。安尼，今日就参大家分享到这。为什么伊会甲行咧？你敢知？我有讲过，身份证重点后边迄四字有无？后边有四字有无 ？USMG 啦，当然海关要跟他敬礼啊。吼、哦，啊，台湾人就伫遐排队啊。唔是一两机会，足侪人机会。咱中心有一个伫加州台湾人，伫加州做生意六年少年啊，他在那边每天看秘书长的网络新闻、网络演讲，看了一年以后。他打电话叫他台湾的爸爸妈妈赶快帮他办身份证，寄过去给他。他说真的好用，美国不用护照，不用。无啦，国内线啦，美国国内线而已啦。后摆外国一定要提类似护照嘛，就是美国人会发给我们旅行证，所以要赶紧办这个身份证。有身份证，只要美国只会当我哋办旅行证。后摆要出国要中那边提。台胞证啊，就国与国嘛。你是中国，我是这边的，就是旅行证，对，当鬼啊。好、哦、啊，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多谢大家，谢谢。